which I had seen fun. I'm super excited to get this opportunity. It's amazing. I want to thank Mars for giving me this amazing 机会. 人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选秀大会，然后也很高兴被工程师选上。 然后就期待之后的表现。其实我的心情就是蛮期待的，因为这次是被就是云豹，然后用第一轮第三顺位选到，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跟我给了很大的肯定，然后让我要进入这个职业赛场这样。很开心，那其实充满感动，然后就是从国小打球，从国小五年级，然后打球到现在，终于拿到 职业的入场券，所以就非常兴奋，然后等这一天也很久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可能比较不太认识我这样，然后可能我的名气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是真的非常谢谢，就是中信特工的球团对我这么信任，然后也对我的赏识，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谢谢他们，然后我也会努力啊，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 其实还没选之前，没有到非常紧张，就蛮平静的。那当然，就是被选上之后就很开心，然后也很期待之后的发展这样。I've seen a lot of, especially coming here, I started watching more. One of my idols is Lin Shuhao, so it's just amazing to watch him like, he's playing here, and then just being able to be here now, and then getting this opportunity to play, just like 真的很 让我很开心。目前就是去过 CBA 看过，那也试训了一轮。那我觉得就是看过欧美的世界。那目前就是这个新联盟，我觉得也不错。那也可以加入高雄全家海神，我觉得是一件就是很幸运的事。然后就是有一个缘分，对我会加入高雄全家海神。未来我还是会挑战 CBA， 那我觉得我在海神，我先把自己准备好。那就是未来还是会往海外发展。 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很简单，就是增加自己上场时间，然后跟努力去让自己自主练习，然后变得更强，这样对。就当然希望能够快以最快的速度能站稳这个舞台，然后尽我自己的就是全力来帮助球队，然后把握好机会这样。能成为一个稳定，然后可以帮忙Jason Bergman， 然后分担一些场上的时间啊，然后打球，因为去年看过他的比赛，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效仿的偶像。那其实自己也很想跟他学习，对。那我觉得可以加入海神，可以跟他学习是一件很棒的事。那如果可以的话，就跟他一起学习，然后可以帮忙分担一些时间上场的打球，那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跟将军。 对，因为他被战神选到嘛，然后我们很可惜没有同一队，所以我也希望说接下来在职业赛场遇到，可以大家就是一起发挥，然后一起发扬光大这样。对，其实对啊，就像我现在是跟如果去云豹，现在云豹的话是跟信宽同一队这样，对，所以我们有一起去打过国际赛，然后一起培养一些感情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默契一定是比较好的。其实我应该是他最熟悉，再熟悉不过的 球员也是之前的队友嘛，因为也曾经相处过这么久，当然我也很期待与他的那个对位，然后还有像是去年就先选的信宽，也是很熟悉的球员队友，然后就很期待之后会有什么火花的。